什么样的男人呢，能让女人满脑子都是他？就是那种呢会调情的男人。女人说我今天好累呀，那普通的男人会说宝宝好辛苦呀，你休息一下吧。高情商的男人就会说能不累吗，你在我脑子里啊跑一天了。女人说睡了晚安，那普通的男人就会说了好的晚安。高情商的男人就会说睡吧，但是可别想我呀，不然呢你失眠了我可不管。女人给你发了一张自拍，普通男人会说哇塞好漂亮呀，而高情商的男人就会说我有点不舒服，哎呀看到你的照片呢我有点心跳加速。女人说想我没有，普通的男人就会说当然想呀，那么高情商的男人就会说正在想你啊，难道你没感觉到吗？而且呢我每次想你的时候啊，那个画面呢全都是马赛克。女人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，一般男生就会回答呢喜欢你这样的，而高情商的男人会说怎么了，你想成为我喜欢的类型吗？今天呢把这本高情商聊天术推荐给你们，相信你看完之后呢一定能从中吸取更多的营养，学到更多的聊天技巧，不仅能让你在爱情中更加顺利，更能让你在社交中招人喜欢。